热门微博之叶林志玲曾摸刘烨脸，谁注意到一旁的黄晓明表情？大家都知道，之前1月11日举办的微博之夜可以说是非常火了，这个活动也是齐聚了非常多的明星，可以说大半个娱乐圈的人都在这里了。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几个明星没有用微博了，今年的微博之夜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。不过今年的微博之夜也是发生了非常多的尴尬事情，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都知道，有明显的地方就会有看点。今年微博之夜的台下也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乐事。之前朱一龙就坐在迪丽热巴和古力娜扎的中间，可以说是非常有福气了。这个位置也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案。朱一龙也是因为这个位置上了热搜，真的是非常搞笑了。除了这个事情之外，微博之夜还有一件事非常火，这件事就是林志玲在台下偷偷摸刘烨的脸了。也不知道林志玲这是打的哪一出呢？从照片中就可以看出，林志玲这种行为还是有点不合适的。毕竟现在的刘烨已经是已婚人士了，两人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好啊。林志玲摸刘烨脸的这一幕不仅是被摄像机偷拍下来了，就连一旁的黄晓明都全程观看了这一幕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黄晓明的表情？黄晓明的表情看上去也是非常惊讶的，想必他也没有想到林志玲会突然来这么一出吧。大家对林志玲摸刘烨的脸怎么看？